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哦。哎，10月15号，花莲的平林路桥，9:23，出发有列车走运通哦。哇塞，真的还蛮感动的这边。哦，有列车，有列车。原来是406次普悠马线行通过。来了，普悠马自强号。哦，交给我的3000，刚好哎。哇，刚好交易是第一次哎，你发这种花都很好受理呢。用3000型12两编组的皮蛋豆腐藤，有红色带新人，你加列车，刚好交会普悠马406次的树林品种。好，想要支持落下面的马掌门，多多给我们打电话。那这台车再见吗？我的406次，那个树林发车中，花都很好玉里的普悠马这样，赶快支持他见喽，拜拜。